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九号 James， 我来自广州，今年24岁。回忆中残留的碎片，又酸又甜，是苦是咸。我喜欢的音乐类型有很多种，但是特别喜欢的是黑人的 hip hop， 比如说有 Jay-Z、Eminem、Kanye West、A$AP Rocky、Kendrick Lamar 的。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音乐风格就是 hip hop 了。滴答滴答向前。像一天一幅相片，我平时也会自己做一些歌曲，那我做的歌通常都是 hip hop 的歌，我会自己填词作曲编曲。明天会好一点，是幸福给的预言。那5月22号我将要演唱的歌曲是我自己的歌，名字叫十面埋伏。十面埋伏这首歌是我最新的一首单曲，那我希望能在5月22号很好的呈现给大家，希望你们支持我，谢谢。